好，这款是我们刚拿到的 X3LED 大灯，那这款是 6000LM， 然后50瓦。那我们来跟它比较一下钛锌的亮度有什么样的差异。那我先把 X3 的盒装打开，把它的说明书跟一些配件。那我看一下，这是 X3 的外形。那我现在把 X3 装到灯具里面试一下亮度。看它亮度还有光型。那 X3 的光型就属于比较散，然后亮度集中中间一点而已。那我们看它远光， X3 远光，它这款没有做远近同亮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远近的差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亮度。它亮度差不多就是落在300那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换另外一颗。我们现在先换另外一颗。那么我换一下这一颗钛锌上去，看它亮度到差多少。然后打开它近灯，你发现说钛锌的光型很明显就比较均匀又比较平整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它远光效果。它这款远光是有可以做双色，也可以做单色。它远近就是效果差很多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那个照度率上的亮度。这款差不多可以到400多500，就明显比那个6000LM还亮了很多。啊，那时候哎，不到600多，那么我角度可以到600多，我到700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设置到这样。